去的这个地方。哎呀，你辛苦了啊，给你拿好吃的去啊。哎呀，乖的啊。好，又要吃了。哎呀，乖的，来大口吃啊，大口吃，好乖的。哎呀，这小孩真乖。哎，你看大虎吃的可好了，吃的可好了，一会儿奖励一个媳妇儿啊。这媳妇儿奖励太容易了，吃的好几。来来来，哎哎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快吃了吧。客气啥呀？你看这会儿怎么凭实力？凭你在这儿。哎，你说你每天都这么讨厌，你说你每天都这么讨厌，金虎啊，他说你啊，嗯，你听见了是不是？讨厌我的人多吗？老几？老几啊？你说我是国宝，我就讨厌你，烦人劲儿。你说你走开，哎，对，来泰国，你走开，你告诉他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我要吃东西。泰国，一年了，泰国一年了，金虎他挺气你啊，在这儿。哎，对你喊呼他。我来四川一年了。你说你怎么这奶爸都这么不正经，一天到晚气你啊，啊，都气你啊！好嘞，金虎，来吃个这个，来，好嘞，拿住！哎呀，乖的啊，你吃东西就小点声。你说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就有女朋友都叫你瞎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后那是，哎呦天！都绷到后脑勺了呢，快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哎，小姐，哎，阿弟没事，舒服吧？给你按一按，按摩按摩啊。哎呀，全吃鼻子上了。哎呦我天，我这强迫症就是叫你治好，是不是？小家六软。嗯。金虎啊，金虎，你叫我了吗？啊，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做了一个好朋友，这不是好朋友啊，再说一遍，这是女朋友啊。嗯，把她放在心里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明天是情人节啊，今天晚上让他陪你过，哈！哎呀，激动了啊！知道这是女生是不是？激动了啊！好，来来来，那你坐好，你坐好，哎，你坐好了，往后，哎，往后，往后一点，好迎接你的女朋友啊！嗯，哎呀，我都不舍得给你呀、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坐好了，哎，好，乖的，来。抱起来吃，不对，抱起来亲，啊、哦，抱起来亲，是不是？啊、嗯，大虎子，女朋友好吃吗？哎呀，虎子，啊，女朋友放在心里的啊。都是放在心里的，我的大虎子。哎，给我大虎按摩按摩啊！哎，你和女朋友好好交流交流啊！我给你按摩按摩啊！咱们以后就不是什么单身熊了啊！省着他们都来说咱们，笑话咱们啊！笑话谁呢？你说他们？你们都有女朋友吗？你们都有男朋友吗？你们还得自己找，对不对？小鼻子吧，那大火吃的多好。金虎媳妇呢？金虎媳妇在肚子里呢。吃没了？又吃掉了？嗯。媳妇呢？虎啊，你媳妇呢？啊，在那儿啊。啊，在那儿。
有，还有，还有五个，前面不还有吗？金花，哎，对对，还有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这孩子真好，真聪明，大火特别聪明哈，嗯。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啊，大虎，真聪明哈！这孩子真聪明。哎，对了，吃的真好。哎，大虎吃的，哎，大虎吃的真好看。媳妇，媳妇儿放心里了吧，对不对？告诉他们，咱们也是有女朋友的熊了。什么吃了？放心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放心里了。我们也是有女朋友的熊了。对不对呀，大虎子？哎呀，我们熊生完整了，是不是啊？开心的，哎呀，吃的开心的哈，哎呀，开心了，有女朋友了，我大虎有女朋友了，开心多开心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的女朋友还是我吗？你变心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的男朋友了。以前你是我男朋友，现在你变心了。金虎说：“我有女朋友了，女朋友在心里呢，对不对？”哎呀，乖的呀！走喽。